极限挑战第三季等我们归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雷。今天来了好多人，来了好多宾客，大家是不是想念我了？想念帅雷雷了？想念我们男人帮了是不是？我们也想念大家，今天在国外不能够去参加招商会，很遗憾。希望大家一切都好，希望上海东方卫视的同事们，还有我们的导演组的同事们一切都好，祝你们幸福愉快，祝招商会大获成功，谢谢大家光临。嗨，我是罗志祥，极限挑战第三季我们六兄弟跟你们不见不散。极限挑战第三季等我们归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我在日本参加演唱会，现在正在彩排，没办法给大家录到视频，很想大家，也很想几位哥哥，我们说好哦，极限挑战第三季不见不散。